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我们今天要来做万圣节蜘蛛饼干。准备的材料如上，材料的细节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。将室温软化后的无盐奶油放入盆中，糖粉过筛加入盆中，搅拌均匀。加入盐巴以及一半的蛋液，搅打至蛋液被吸收。再倒入剩下的蛋液，搅打至完全吸收。低筋面粉过筛加入盆中，搅拌均匀。放到保鲜膜上整形后冷藏30分钟，30分钟后分成每个约28克的小面团，面团整圆后再压扁。在面团中间压个小凹槽，放入以预热烤箱170度C 烤25到30分钟，巧克力豆微波45秒融化，融化后的巧克力放入挤花袋备用。准备糖果眼睛以及自己喜欢的巧克力球，在凹槽处挤上融化后的巧克力，并且画出8只脚。放上巧克力球，挤一点巧克力粘眼睛，这样子万圣节蜘蛛小饼干就完成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